上一集的最后和百灵鸟约定好啊，在这个小巷里面和他碰面。操！你是怎么弄的？喂，我什么感觉都没了，眼前冒金星，没办法呼吸。真不要紧吗？你这状态怎么跑路啊？你他妈去哪儿了？怎么才来？撂下电话我就来了。我都要疼死了。你有这么忙吗？是这样，我跟李德谈了谈。说什么了？李德这老东西水米不进，他这人就这样，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还能说什么呀？给我上课来着，还拿连勤局来压我。公司里有套谈判流程，专门教怎么应对这种场面。李德每句话都能找到重点，不像是在照搬你们的谈判流程。这方面他是厉害。走吧。你气色真的很差，能撑得住吗？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还记得那个黑诊所吗？在月亮上，飞船已经了。哇，牛逼呀！牛逼个屁，我是没辙了，十有八九我会在那里给他们当小白鼠。在神经矩阵里他们会提取出来给我们制作原型解药，等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就联系你，我保证。行，我等你信儿。坐飞船只能去航天港，也就是说我们要去 NCX。 我这个样子大摇大摆往里走，鬼知道会被谁给认出来，所以得你来，然后到帝国航站楼替我找个能进的边门。航天港的安保怎么对付？帝国航站楼正在改造，人不会太多，有很多死角，另外估计安保也松，这一点别忘了。你身子不行，不能自己联网，还是用我的个人连接吧。回头想想看，我辜负了那么多人，伤害了那么多人，你说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谁都不连累。没戏，不现实。我也这么觉得。真的很后悔，只是帮我离开这里。没事的，药效已经上来了。这里不能多待，要不你来开车吧。听说是帝国航站楼因为施工关闭了，你确定还有航班飞月球？我手里有张单程票，而
而那家航司不归任何人管。你最近交朋友可长点心吧。知道我认识了你，也还行。好好休息吧。接下来前往航站楼，而这个航站楼不是飞机，是宇宙飞船。百灵鸟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月球去治疗他的病，而现在的这片区域也是本体流程里面的夜之城的里边已经出了狗阵了，也可以在这个下雨天看看2077出色的光线追踪带来的视觉效果。我们刚刚进入航天港的区域，就有消息发过来了。打起精神来，我们就快到了。突然想起你第一次联系我那天，转眼认识这么久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家伙留下，航天港有安检规定，枪放我这儿好了，等再会合的时候给你。我要不要把脸给挡上？毕竟李德他认识我。设备都是联勤区自家的东西，一过安检，看着信号就能把你揪出来。话说，我怎么才能像超级间谍一样悄没声的混进去？正常点儿，和其他旅客一样就行了。别停，别说话，别对视，别闲逛，别瞎瞅。到了之后直接直击。操！我怎么突然想起之前去干壁大厦了？别瞎想，你和当年不一样了，有枪没枪都能行。我们再过一遍，进入地谷航站楼，无论如何别被发现。尤其盯紧了轨道航空的保安。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一会儿见。现在这个时候 V 要先进去，然后帮助百灵鸟进去。轨道航空欢迎您来到 NCX 夜之城国际环宇航天港，安心称心。轨道航空欢迎您来到 NCX 夜之城国际环宇航天港。我连到网上了，这就把碍事的清掉，不管人还是机器。请你冷静一点，先生，我要正式提出抗议。扫描已经完成，你们没有权利关闭我的植入体，没有。大钢炮算哪门子武器？欢迎来到夜之城的国际环月航天港，您将飞出世界，走向星辰。我需要暂时关闭所有未经授权的植入体。烦请您把个人连接连入面板。如果选择威胁他，是会被他关起来的。剧情走向是怎么样的？观众们可以自己试试。等等，未经授权的植入体，具体指什么？您在购票时已经同意并确认了航天港的合同条款，里面都有详细说明。当然，没问题。自然点，不应去注意。植入体关停，已经完成。
正在进行生物识别 ID 认证，请看摄像头。等等，先别，想办法拖住他们，我用假档案把你资料传上去。啊，你说哪个头？那个。你要我怎么弄啊？我不知道啊。只需要请您看镜头，耽搁几秒钟就好。可以了，去吧，扫描。扫描已经完成，感谢您选择轨道航空，再次谢谢您的合作。OK， 现在把我弄进去，帝国号战楼，去吧，千万别引起别人注意。道歉顶个屁呀、啊！要到跟观众道歉，他们要看开幕式，要开现场直播。再过几个小时，比赛可就要开始了。如果航班延误超过12个小时，旅客就可以按照机票原价申请退款。机票原价？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老子一分钟几百万上下，等着罚约见吧。能不能请您冷静一点？这里都是文明人，请不要影响其他旅客。等我他妈到悉尼，我就冷静了。死了人去，跟他们说不清楚。轨道航空，哥，这平时航天港是不是也这么乱？有些旅客可能心情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轨道航空，就没发生别的什么刺激的事儿吗？您为什么这么问？反正得干等，闲着也闲着，瞎聊呗。不是叫你别跟人说话的吗？靠！看看这帮人，简直猪脑。他们怎么了？这里随时都会爆发强震，一个个还傻乐。想想看，你本来正排着队，想着上了天就能看空姐的大奶子了，转眼间呢，被逃命的群众踩成了市民。各位旅客请注意，为了改善您的出行体验，帝国航站楼在黄班塔引爆核弹的时候，你也是这个心理。所有环月航班，你这话可就伤人了。不说了，还有正事要办。我们深感遗憾。行李传送带上有个箱子，那朋友还留了个礼物。你去拿，我把密码发过来。我背板的时候就没有找到行李提取它是怎么一个提法。操他妈的，轨道航空网上又连情绪特工攻进来了，要是被发现也非打起来不可。发现不了，我们的人是最棒的，如果不专门去查，就连我都未必找得到。哼，我们的人，你抓紧时间就是了。而此时联勤局的特工已经来了，然后我们最好把行李拿一下，就这个机器输入密码。而这个行李箱是宋庄美帮我们黑出来的，404号行李箱，或者说人家忘记拿了，是发到 NCX 的。装有见识的工服，没错，穿上以后鬼行的安保就不找你麻烦了。但是别忘了，探头和机器人没那么好糊吧。 OK， 去找个安静的地方换上，别被看见了。嗯，喂，干嘛呢？此时我实际上我们已经换上衣服了，他还让我换上衣服，然后我们到这个厕所里面来，然后点击物品栏，就是身上这套衣服。有了这套衣服以后，除了机器人，其他人都不会怀疑我们。商有建设工服，我们现在冒称一个建筑工人。欢迎来到 NCX 叶之城国际环月航天港，安心、开心、放心，轨道航空感应一路顺心。接下来要想办法进入航站楼，是有一条特殊通道的。哎哎，等等，我们认识的，还记得吗？痛苦，我常去的。
我到第五航站楼了，边门后面有吗？在什么地方？出了点小问题，那个作废，我们定个新方案。你什么情况，宋德美？我得临时撤离，轨道的安保开始盯上车子了。该死的！有了，试试屋顶，工地上有电梯，坐那个。收到。这扇门可以使用蛮力或者是技术给它打开，蛮力就四点，用技术打开。因为换了衣服，所以这边的人是不会警觉的，也没有办法去把他们给勒倒。如果不换我们身上的这身衣服，是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勒倒，是需要进行一部分的潜入的。现在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去了。但是这个场景是有机器人的，机器人是会警觉的。一路往上走，如果没有衣服，一路上都要潜行过来。电梯上楼，到屋顶去。你想办法帮忙再往上爬点才能汇合。就你这身体状态还想去高空走钢丝？也就三四十米吧，没事的。我先去周围看看。去吧 V， 在屋顶上搜一搜。没用，这个下雨了。别说，这地方真他妈带劲儿！在房顶想办法把宋昭美给弄上来。太短了，这都能看出来，有生活。啊，消防水管！昭美，我有办法了。接着，赵梅，准备好了就说一声。接到了，抓紧了。马上就好了。我去，不，我操！上来了。上来了，差点没命了。下次可不能这样了，最好也别有下次。喂 ，V， 你没事吧你？没事，累的，你该减减肥了。说了，多亏有了你，咱们眼看就要成功了。你的家伙，可算有家伙事了。百灵鸟把我们的装备也给带上来了，然后把武器装备稍微弄一下，带上一把分则能成。然后这把前奏左轮蛮好用的，然后再带上一把狙，重火力、大火力的。雄心不好用，雄心现在那个支线任务最后给的礼物。带上
罗刹还是猫鼬呢？啊，带上猫鼬，还可以装一些配件，但是我就没有研究好，我们就不装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装备整理完成，准备出发。嘘，等等，怎么了？我收到无线电信号，靠，是加密频道。能破解吗？听你说什么？我来试试。那走吧。对了，刚才你在楼下表现不错，神不知鬼不觉，很专业。主要是后援专业。如果上来的过程中开打了，评价就不是这样了。走这边。百灵鸟的这个控制力太强了，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的身体。我靠，等等，有信号，新美国的频道。什么 else 吗？他们来了，最多45秒就到，快点进去。操，里头没骗人，连警局还真的来了。还没来呢，咱们抓紧点吧。操，他也在上面，他们正在降落，快打开。宋兆梅进去。接管了风扇，抓住一根神烟，然后让我钻过去。新美国的武装直升机飞进了自由之城，这下闹大了。严格来说，NCX 不能算夜之城的地方，它是个有治外法权的中立区，玛雅斯在践踏国际法规和条约。前面有辆，是警卫，先等一下。注意多留神。靠！总统阁下，你能等？我们已经确认，你现在就在 NCX。肯定是你关键时被联勤局发现了。张磊呢？走啊，快走，会被他们看见的。他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独自行动，所以很可能藏在什么地方。不要听你说什么很可能。轨道航空知道具体情况了吗？他们拉响了警报，但还没找到 V。 我们的人呢？轨道航空揪出不少卧底，但我可以保证他们一个字都不会说。其他没暴露的还在继续找，回去再追究你行动失误的责任。找人帮忙一直都不是你的强项，所以我拍板带了后援过来。一切情况都在我掌控之中。不，骚了门，你还是睁开眼睛吧，局面早就失控。这才是 Rosalie Miles 的真面目，宣传片都他妈演出来的。这很正常，但首先效忠国家才是你的第一职责。百灵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现在他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还有一件事，骚了门，他参与的那个项目必须严格保密，一点都不能透露。糟了，这下真糟了。如果我们的这只小鸟落到了敌人手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切只有我们知情，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新美国毁于一旦。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放心，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听见了没有？
彼得，其实我也很难办。我喜欢的姑娘，信任她，但既然做出了选择，那就没有回头路。是你的选择还是她的选择？再说一遍。用不着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也会保证完成任务。允许你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就是开枪时尽量别打脑袋。早料到会是这样。长官，您的指示是？照他说的做。遵命。这下完蛋了，彻底完蛋操了。你就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呢，谁也动不了你。你不了解他，只要内心的复仇感能满足，他这人连油锅都敢挑。还是快走吧。我们现在的这个航站楼是不归美国总统管的，就美国总统对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是一个中立区。但这个时候的美国总统和联勤局已经不管了，准备要进攻这个地方了。自己人在自己的地方打仗可还行。他们正在疏散平民。是，看来这次要直接来硬的了。 OK， 回航站楼吧。说好了送你上飞机的，放心就行了，别的甭管了。只要上火车就可以到发射台，但得先从帝国航站楼杀过去。是马尔斯的突击队，枪声已经响起来了，下一集出去开战。